5月8日，杨幂现身北京出席活动，照片中的她身穿一件蜜蜂黄连衣长裙，十分亮眼，搭配一双黑色细带高跟鞋，淡雅大方。杨幂半扎着头发，卷发披散，俏皮中透着小性感。照片中杨幂身材纤瘦，腿部线条流畅，好身材令人羡慕，皮肤光滑白皙，不愧是少女蜜啊。杨幂还现场作画秀才艺，超级可爱，活力满满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